大家好，我是程程，最近一直是在组里，然后呢也是好久没有录 vlog 了，然后这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组里的一些趣事吧。而且马上十一也要到了，在这里先预祝大家这个十一快乐，假期愉快。那你中秋节有没有吃月饼？收到了很多份，但是其实也吃了一点。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感觉是第一次长时间在上海真正的生活的一段时间吧，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。老板，你平时在妆发一般需要多长时间？30分钟、40分钟。因为这是个现代型。对。比较快速的。那你一般化妆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事情？看看剧本啊，一会儿要拍的戏摸一摸，然后想一想自己脑子里过一过，基本上。那你今天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准备了一顿大餐，还不能说，得跟大家保密一下，一会儿给大家揭秘。那先期待一下。那就先不打扰你默契了，你先好好准备。拜拜。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神秘大餐呢，就是一顿丰盛的这个火锅。其实我这个油碟跟这个麻酱的都比较喜欢。那就先这里面已经有好友了，我就自己调一个油碟的这个。这个东哥，好友已经在里面了。蒜多来，哎，蒜大人，张大人，葱花多来点，葱花，张大人再来点，那给他稍微一搅拌。完美，麻酱呢就是原汁原味的。好，现在就等这个开锅了。哎，这火锅吃的有点腻。那正好，我这儿有酸奶，给你解解腻。太好了。这个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喝下去的都是活菌，它里面有足量的明星嫖菌菌菌株。存活率很高，能够直达肠胃，活着发挥作用。而且这个酸奶减少了90%的蔗糖，仅留的一点也是为了保持菌种活性。像过节聚餐吃了油腻的食物，或者平时肚子不舒服，喝点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清爽又舒服。多喝点，今天的辣锅就敞开了吃。你们过节回不去家，这两箱送给你们啊，别客气。谢谢老板，放心啊。谢谢老板。这个节庆送心意就选安慕希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奶。听说他们最近和一些很有趣的餐厅也有合作，上小红书搜索心意派送指南，就能解锁更多城市美食了。干杯！在这里呢，也祝大家国庆快乐。